不是王小倩就是我，这个地盘我说的算，以后到这踢球必须跟我打招呼，知道不？赶紧走啊，赶紧走。叫你们走你没听着啊？啊，你多大了？15。15长这么高呢？你俩也不矮呀。你多大了？9岁。9岁？你瞅啥？你咋的？再瞅个试试。试试就试试。行啊，不和你们小朋友一般见识，赶紧走啊！一会儿我们呢还在这训练呢，赶紧走啊，赶紧走啊！来，咱们去去。还怎么的呢？叫你们走怎么的呀？怎么的还呀？怎么的呀？还呀？还怎么的呀？叫你们走啊？怎么的还怎么的呀？哎我怎么的？哎我抢不过球，我抢。停停！有人欺负我们？谁呀？谁呀？咋的？有人不让我们在这踢球？哪有个人呢？这哪？哎妈，真有人！行啊，会人你们是不是？会人是不是？等着啊，给我等着！来，你们快过来，过来，站好，站好！跟你们说多少回了，好好踢球，还得好好做人，跟大人说话要讲礼貌，知道不？知道。别像刚才那孩子似的，没大没小，实在是漆黑点。二虎子，就他们。抢咱们地盘！哎呀，王小倩儿啊，我跟你说你呀、啊，完蛋玩意儿你，小孩你都收拾不了。哎呀，哎呀，99中呢，小孩不得了了是吧？啊，跟大人都敢这样啊？长大了还了得？后边还有一个呢，还有一个我也。这么点小孩脚长得不小啊。王小倩啊，你不说都13岁以下吗？你瞅啥？我瞅你咋的？你再瞅个试试。我不是了。王小倩啊，快把我领走。这儿呢，这儿这儿呢，二胡这儿呢。好嘞，二胡这儿呢。敢问路在何方？这儿呢，路在这边。哎呀，你个完蛋玩意儿，啊、怎么还有个这么大个的呢？这不是是他什么老舅老舅啊？你老舅你也不能抢我们地盘啊？谁说你们的了？你个大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叫人！大旗的，有人抢我们地盘！我人干什么玩意儿？人干什么玩意儿？怎么的？你害怕他呀？我怕什么？我怕呀？那你上啊！啥时候回来的？大家吃口饭啊！来，你挺大个的，你转过来跟我说来。咋还嘚瑟了呢？两只小蜜蜂啊，飞在花丛中啊，这是咋回事？这是这干啥呢？这是哦哦，这是上一边拉什么玩意儿？这都是快说这什么事了？爸，还能行过来？爸，这事不怨我们啊，是这么回事。怎么回事？咱小区不是组织了个社区足球队吗？我们几个天天在这儿训练。哎，今天这大个子哎，领一帮小孩在这抢我们地盘。这个社区要成立足球队，你们都知道了？都知道啊！我跟你说，昨天赵刚子把我找社区去了，啊，非常认真地跟我谈这个事儿了，啊，觉得我当这个队长非常合适，哦，但是我觉得我这么大岁数了，做点后勤保障还行，所以我认为最合适的队长人选啊，就是，啊，那我就理所应当了呗。哎呦，哎。你大言不惭呢你啊！哎，就选队长也选不着你呀、啊！你凭啥当啊？你凭啥当啊？你干啥呢？你要当也是我呀！你那你我我凭啥是你呀？凭啥是你呀？
凭啥是你呀？凭啥是你呀？凭啥是你呀？干啥呀？凭啥是你呀？背完了你。干啥呀？哪伙的就怼呀？还有孩子搁里面看着呢，干啥怼呀？怼一下子的？怎么着呢？你们上当队长也轮不上他呀？这这样吧，啊，我觉得要当队长啊，起码得对这个足球有一定认识和理解。哎，你对这个足球是怎么理解的？我认识很深刻呀。是吗？那当然了，大家伙都知道我叫钱顺风，还知道我的外号叫小土豆子。你们不知道我的小名。你小名叫什么呀？我的小名叫球球。哎，我爸爸为什么起这个名？那就是让我为足球事业贡献力量。哎，我的偶像是谁？谁？我的耳朵。这名你知道吧？听过。哎，大家伙都说我长得像梅西。二姑父，你不像梅西。那像？我看你像维生素C。你还像 B 二呢，范爷爷，我对足球有着深刻的理解。你说说，因为我从小就是在球堆旁边生的。你啥球堆旁边啊？煤球堆。你说妈，就你这样的，生在煤球堆里边还能找着你呀？我爷能。你爷咋认识你的呢？软的是我，硬的是煤。范爷爷，我要是当上这个队长啊，我以后就改名，不叫王小倩。叫王小球球。行，都别瞎扯了啊！要是对球热爱啊，从小到现在都30多年，我就没有放弃过。咦，我的妈！行了，你看你还小点啊？你快起来吧！现在快起来吧！哎呦我的天！还是听听人家的怎么说的吧。你说，你们说的都挺好。反正要我说足球啊，那就是我的生命。你们听听没有？人家这一句话，比你们说那一大堆全强。生命，你看那连滚带爬的，你看你们那个。哎呦呦，这大个子，你怎么的跑我们小区来喊口号来了？不对吗？足球是我的生命。本来就是啊。那我也会喊呢。足球是我的岳父。我也会喊，足球是我爷。那我就说那个足球大美。哟，敢这么说，你胆肥了。足球是大美，怎么的？你要踢他呀？没有，你要踢了他呀？不是，这个你们误会了，他这个意思就是足球是他的最爱。哦，其实啊，想当这个队长啊，光有热情不行啊，你得多少得懂得点这个足球的知识。当然懂啊，比他懂，是吗？啊，那我问你们个问题呗，你说，听我这问题啊，说大力神杯知道吗？世界杯嘛。夺得大力神杯最多的国家是哪个？哎呀，太简单了，我知道，德国。什么是德国呀？阿根廷？不对，中国。哎，怎么是中国呢？郎平多厉害呀！孩子，郎平是踢足球的吗？那他干啥的？告诉你，记住了啊。郎平打的是羽毛球啊！我都让你记糊涂了。郎平是打排球的，对，是排球的。想起来了，铁榔头是吧？啊，记糊涂了。你这样，你再出一个，我还出什么人？让人家告诉你们个正确答案。让他打。我给你们普及一下啊！啊，是五星巴西，共获得过5次世界杯冠军，分别在1958年的瑞典世界杯、1962年的智利世界杯、1970年的墨西哥世界杯、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和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。好，哎呀，你听听人家这是蒙上了，蒙上了，蒙上了啊！那这回我再出个简单题，让你们蒙上。行，足球场上比赛的时候，场上一共有多少人？22个人。哎，我怎么了你？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答错了，不是，那是22个人吗？那你说多少人？23个呀，还有一个裁判呢。什么裁判？25个，还摆偏财的吗？不对，是26个。怎么26个呢？跑进一个闹事儿的。瞎说吧，你闹事儿的后边还跟6个警察呢。你什么玩意儿？你不是。爸，真不知道。我觉得呀，这足球啊，那是身体素质来的，凭的是体力，对不对？那是踢出，那不是用嘴说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有本事咱比比体力，比啊！这家伙瘦的，那就比比呗。咱跟他比俯卧撑，
怎么样，二姑啊，你能撑得住吗？我撑不住，我撑不住，没事啊，咱仨一块儿撑啊，一对撑的是不是？那当然了，敢不敢俯卧撑？确定俯卧撑？我确定，你怎么做我怎么做，我怎么做你怎么做啊？要不你来个别的，我怕我来你来不了。我不就俯卧撑，怎么样？就俯卧撑，他怕了，他怕了，你来吧。那我就来一个这个简单点，来准备啊，不太难的。看好了啊，就是你们是不是会以为这种俯卧撑啊？这不是俯卧撑吗？那就没意思了。你来个这个，要不你再来个这个，你挑一个，挑一个吧。往下，上。这个，这我真撑不住。大秦哥，你上吧。不是，我去没事，就是我趴下以后谁来抬我？你怎么真没能耐呢？你怎么还站样？我来，你来，你来，我来。二姑加油！就是俯卧撑吗？对，给他加加油，加油！哎呦，这样啊？是这样不？对对对对对，是这样不？对对对对，是这样吗？对。再来，是这样吗？哎，好，是这样吗？哎呀，来吧，来吧，师傅啊！哎呀，我跟你说吧，我真比你别比了，比不过你怎么比你都比不过他。为什么呀？你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吗？他叫什么呀？他叫张璐。这是我们前辽宁足球队的门将。哎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们喜欢一个辽台的美女主持人，叫秘密，知道吗？知道他跟秘密什么关系吗？啊，他是秘密的老公，这是我们辽台的姑爷。哎呀，哎呀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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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人很正啊。嗯，还行。你不是对数字感兴趣吗？啊，你知道人家转会费多少钱吗？多少？好几百。哎呦，好几百呀。嗯。张璐啊，我这么的，我出一千，你跟着我干。不干，我不跟你干。到我公司干。那好几百后边还有个万呢。好几百万呢。嗯，我跟着你干。不要，别呀，我不能跟他俩一伙儿，跟他俩一伙儿老输啊。他俩。那你说这话，咱这个队长还用选吗？那还选啥呀？你把张璐都请来了，看出来了吧？队长在那儿呢。来来来，好，集合。队长，请训话。行啊，那既然选我当那个队长，咱先给球队起个名字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行，那就叫这个一路陪伴组队，怎么样？一路陪伴，好不好？好听，好听，好吧。刚才我大概了解一下，你们对足球的理解啊，还不是很深刻。嗯，它足球不是个人运动，讲究的是集体当中为球队的奉献还有团结。嗯，是。现在咱们这个中国足球的水平还远比不上那些世界的强队，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，啊，一定会成功的。好好，那我现在也在一直做这个一路陪伴的公益活动啊，就是要在现在校园的这批孩子当中产生变化，让我们一起期待中国足球的未来是一定有希望。好好，哎，咱们给张璐一块点个赞，谢谢。好的。但是我刚才看你们反正是不太团结，人家都看出来。不是张璐啊，你这话说的不对啊。怎么呢？我们三个水平虽然不高，但是咱们是中国足球的铁杆球迷，没错，没错，永远都支持。哎，还有说我们不团结不对，我们一个小区的啊，天天在这儿训练。哎呀，那默契，哎，给他展现一下默契吧。还有默契，好不好？来来，喊个口号，喊口号，来。一二三，投了，加油！哎呀妈呀，妈，你们这都什么玩意儿啊？就这还默契呢？啊，这样吧，咱们把张璐老师的学生们请上来，啊，是吧？让他们给咱们展示一下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默契。好，来吧，孩子们，来。哎呦。哎呀，别行，哎，咋的了？九十九中足球队还要人不？要人啊！我便宜，我转会，我70块钱就行。你别说，你七毛我们都不要你啊！七分行不行啊？哎，我给你们拿书包，我给你们看书包还不行吗？哎，等等我，张璐，等等我，你等等我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为中国足球！加油！